这是人家的宝宝，大肚子，这是人家的宝宝，你拉人家宝宝，人家不要你，你们看，不是他的孩子，这是人家的宝宝，你抱了干嘛呀？你啊，有病！他抢了旁边那个宝妈的宝宝，这是人家的，你还没有生呢，人家不要你，要妈妈，看到没？你这有点豪横了啊，亲妈去被他撵走了。亲妈在这里，我给你们看一下啊。啊，妈妈 DVD 孩子被抢了，也只能干瞪眼。哎，还有这种道理啊？你太豪横了吧！这孩子不是你的，你还没有卸货对吧？拉着人家的尾巴不让走，哪有这样的不讲理？他不是你的孩子。